Hello 呢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，欢迎回小叶的 Ostino Include。今天继续来玩这张 DLC 地图、哦。那今天这集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说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我们上一集不是种这个植物嘛？那我后来为了做那个影片的缩图，所以有偷偷的把游戏跑了几天之后的那个植物长出来，然后再截图这样子。不过那时候我没有存档啦，就是我现在录影的话，还是回到我们上一集结束之后。不过我发现一个蛮尴尬的事情哦，就是现在这个升华站啊，它不是可以把污染土变成污氧吗？如果它是用外面这些污染土的话是还好，如果它是用毛刺的污染土的话，那它就会把这个细菌哦带到外面这里来哦，不只是带到这边来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分离器也有细菌了，然后导致我这个水也受到遭殃哦。哇，我们上一集不是刚刚把它隔离起来吗？结果这边水还是出事情了，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啊，升华站把里面的这个真的是变成了污染。那带出来的时候，升华站就有细菌嘛。那当另外一个小人从比如这边拿到那个污染泥土，然后再送到升华站的时候，那这个细菌就会沾到小人身上。然后小人再去操作这台机器的时候，就沾到这个机器身上，里面的泥巴也会感染这个食物中毒，然后它就会产生有食物中毒的水，然后把这边也感染掉了。那所以我们这边啊，首先呢要先来处理这个细菌的问题啊。虽然这个水已经目前没办法喝了，可是就我也不想再增加这个会有细菌的水。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污水一样，先把它压在底层哦，就先把它分割开来啊。至少细菌在水上面是会慢慢死掉的，那只要不要被它接触这污水就好了。然后再来呢，也要解决一下这个升华站的问题了。如果它是会产生细菌的话，那它就不能盖在这种地方了，它一定要盖在一个出来的时候可以洗手的地方哦。所以我们目前就先把它搬到这里。这边我也打算把这个洗手台多盖一个，那我就把这个厕所搬进来，然后这边盖一个洗手台哦，然后这边把它换成一个流程，做电线接一下。因为没办法，它升华站用的是这个污染土啊，所以你一定会产生有细菌的污染土嘛。那它只能说盖在一个可以洗手的地方，不然小孩每次接触它的话，都会有那个细菌粘在身上哦。那我们这边洗手盘也多盖一个啦，这样子避免有人把那个细菌带到外面去哦。全部都要隔离在厕所。然后像这个床也是有细菌的，我们把它用那个消毒。那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小人虽然把那个有细菌的污染土带出来，可是小人本身是没有细菌的，因为他经过这个洗手盘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身上细菌清掉了。只是说身上清掉而已，可是并没有清掉他手上的那个污染土的细菌，所以送到过来这边还是有细菌，就让这台机器有细菌了、啊，然后就是从这边扩散开来这样子了、啊。那不过我们这边从源头上面解决的话，那就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啦。诶，可是我盖这边会不会让厕所效果没了？哦，还是可以有的。好，那就没问题哦。之后这个细菌也要清掉了，来，底下这个也要赶快哦。它好像也不会主动扩散到污水里面呢，可是污水的细菌却会跑到水上面，不知道是因为细菌太少还是怎样，它没有扩散下去。不过还是关一下吧，先把它关一关哦。这里应该就不会再有细菌的问题，还是有啦，还是有可能啦。这边这个排水的地方，小文会把那个，哎、欸，来了，带出来了，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哦。那小文把那个有细菌的污水，哎、欸，这边发生什么事？等一下，这边也是有问题啊，这个水压太大了。这边啊，小文也是把那个有细菌啊。这边还是出问题了，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这水压有点高哦。
先挖多一点空间给他们哦。哎呀，这样子这个倒水帮浦还真的只能仅供清扫了耶，不然的话，他把厕所的污染水拿出来，还是让这边也是有细菌。那他们多次接触之后，你看又是把细菌传到处都是了，所以还是不行不行，消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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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就这边，哎呀，这个污水还是有感染到细菌了。还差一点点呐、啊，再多挖个两个，这污水就可以把它隔离到底下去了。哇，我们处理这污水处理了两级哦，然后底下这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这样子会把我的动物淹死哎，对耶，我们今天这集要来养动物了，我是不是该救它们啊？应该没事吧？应该没那么快破啦。先不管它，我要赶紧把这边用好。这两个污水我们都把它吃掉了吧？好像吃不太到呢，看一下哦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来来来，吃掉吃掉。哦，这边破了，还好哦，他们都躲在，哦，躲在这边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他们在这边也可以产蛋，没问题哦。那这个以后再来救他们哦，目前先不管他们了。然后我们这边水池有隔离成功了，目前看起来这边是没有细菌的啦。我们先，哎呀，不管了啦，反正就先不能喝水就对了啦，关掉了反正。然后就慢慢等那个细菌死掉，然后对，也没有再把细菌带出来了，应该都隔离在里面了。就对，这里还有一块有细菌的污染土哦，要把它处理一下。然后这里也要盖一个箱子，因为他们其实还，这边会一直搬那个泥土出来啊，所以这边把那个泥巴，对，泥巴直接放到箱子里面。那我这样子这想会很忙诶，让他连储存都要做吧。OK，然后我们。哇，光是搞这个已经花了一半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还想说要来养动物哦，那我看一下啦，我们先来处理这边的这个发电怪啊，这只叫什么啊？电弧阔鱼哦，它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变成一台发电机来帮你的那个电器发电。那晚上的时候它是个箭猪。所以它也不能叠加一些建筑物上面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空间给它们哦。不过这边先挖开，我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没有任何金属，它吃不到我的金属。OK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抓起来，要抓吗？感觉会直接养这里，刚好就直接养这一层就好了吧。那我看一下，先把这个污水处理掉哦。啊，这边这个篱笆要放进去，篱笆。那然后这边仅供清扫那个有机物污染土，把这个刚刚这个有细菌的打扫一下。OK，然后这里就关起来。他们爬到上，哎，还是被他偷吃了啦！可恶啊！来来来，它变成一个建筑物了，是这样子哦。然后它会有一个接电线的接口哦。哦，哎，看不到，它有挡住。这边是个接电线的接口，晚上的时候它会发这个400瓦的电力哦。那所以你养了这些，其实也不用养，就是找一个地方把它关起来。关起来之后，那他们晚上就会帮你充电。那你只要多盖这个电池啊，你的电力会非常足够啊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层用起来啊。OK，这边稍微盖了一下哦，那我刚刚还把那个站台盖出来了，然后后来想到，哎，对，它不用刷背，我们只要把它关起来就好了。所以这边我们就在这里抓这两只，然后把它送到里面去。那我们小王已经有点那个养动物的部分了，所以可以直接让它去做。这个也把它搬外面一点了，然后这边可以盖上一些的电池。
那这边多盖一点，等它晚上的时候多存放这个电力。它是在那个第二格的位置，就是这边。我们把这边全部拉一拉，它会自动找一格有空间的位置，然后来发电这样子。所以如果这边空间不够的话，它就不会发电。那我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格啦。不过当然，这边这个房间不能塞那么多动物，如果塞太多的话，他们会那个有那个不产蛋的效果嘛。所以到时候这边可能要做一对水门，做一对水门，然后通到外面，让这个房间变大一点。不过目前我们这边只有两只的话，那就还好。晚上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发电的那个效果。哎，我电线还没接好啦，有点浪费啊！天哪，好啦，这边有接到了，可是，好可惜哦，我电线还没盖完。晚上他们就是这样子了，然后就把电力存到这边。那这个先拆掉吧。之后上面我们这要抓要来这边的啦，不过目前这边下来有点麻烦。他们被逼到这个角落里面了，这个就在算吧啊，这个拆掉会有金属啊，这个金属，哎呀，这一点点算了，给你们吃啊，给你们吃吧，啊，这边盖一盖 ，OK， 之后看一下、这边都没问题了，终于不会再有那个细菌了，天哪，好不容易。我们上一集才完成，然后又是被结果还是被感染的，哎，不过好像这边没问题，这边的水是可以喝的，来给他们喝吧。OK， 然后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，等晚上看一下他们这个发电的效果。来了来了，那他们晚上就会找地方吊起来，然后在这边充电了，每秒有400，就等于这个人力发电了。那基本上你抓个两三只，然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这样子充电的话，你就不太需要用到那个人力发电了。我刚也把人力发电给关了。那这个电力我们现在也没有很多地方在耗啦，就做这个升华站，然后研究跟这个所以基本上是够足够供应的啦。之后再把这几只救回来的话，那个电力根本就很足够。那注意一下这个动物啊，尽量不要帮它刷背，因为你帮它刷背之后，它就变成说要吃食物才能活着的生物。像我现在它是野生状态，所以它是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也不会饿死的。可是你一旦刷背之后，你不给它吃东西的话，它没办法在饿死之前产下一颗蛋，那就代表它以后的世世代代你都要喂它们吃东西。而且他们吃的是矿物，矿物是有限的，很珍贵，所以不建议去养他们。如果你真的要养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看一下他的年龄，比如说这一只已经90几岁，有点老了，那你要看要超过60岁左右，确保他已经产下一颗蛋，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把它拿去驯养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增加这个电弧的额外电弧的额外数量啦、不过就是你要确保它有先生下一颗蛋、不然那个后面你就会少了一只野生的电弧。那它有没有办法从猎鹰门获得，我目前没有看到过，那可能有看到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。那其他星球也有没有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目前我们只有在这颗星球这样子、那这个也要等之后才可以再去发现啦。不过我们这边一开始的地图已经可以获得5只、至少5只，那好像也没了。那这5只每天晚上发400，那也就每天有2000多的电力在这边产生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集我们就把这个电弧的部分，电弧它以后就叫电弧吧，处理好了。然后细菌的问题应该也解决啊、这个篱笆也是有细菌啊，天哪，它有一些从厕所里面拿回来的那个篱笆，有啦，有一点点那个篱笆有一点点细菌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不管了。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，就不给他们喝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先玩到这边啦。喜欢影片，请帮忙按个赞。有想靠支持的更多20进度影片的朋友，就记得订阅或者什么想法，不准回答底下留言给我。是小叶，我们下一集
再见。